这片呢是意大利佛洛伊德的巨片，那你可以看到其实很多国内外的木工 YouTuber 都很常在使用，尤其是国外的，听说他们做巨片的技术很厉害，那个切削出来面很漂亮啊，然后又很耐用，巨片寿命很长。那我其实自己没有试用过，我想要这么多人在推，国外这么多 YouTuber 在用，我想说我买一片来试看看。我们这一集就会安装这片佛洛伊德巨片在我们的 Makita 原锯机上面，那我们就来操作看看这个巨片跟我原本在使用的牧田原厂巨片有什么差别。
依照惯例，先来看看我的设计图。这是依然是延续上集的绘图软体 SketchUp。透过上部影片的介绍后，大家好像开始对 SketchUp 的教学很感兴趣。其实啊 ，SketchUp 的教学在网上有蛮多影片的。不过我相信这么冗长且庞大的资讯。